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42面，542面第一行，往生论云。若善男子、善女人，修无念门行成者，毕竟得生安乐国土，见彼阿弥陀佛。前面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往生论里面。这一段最重要的啊，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善男子、善女人的这个善字啊，善的标准就是敬业三福，第一福啊，第一种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四句经文里面，把儒释道的三个根都包含进去了。孝亲尊师是《弟子规》，慈心不杀是《感应篇》。啊，以这两个基础啊，在学习十善业道啊，所以这一句里面把儒释道三个根都说到了。那换一句话说，儒释道三个根没有做到，就不是善男子、善女人。这个标准一定要记住啊，由此可知这三个根是多么重要。具足这三个根的人，这才是世间的善男子、善女人。啊，我们读这个经文，我们就有份了。啊，如果没有做到啊，善男子、善女人不包括我。啊，那么经文上说得很清楚，必须是善男子、善女人，修无念门行成就。啊，如果这个敬业三福第一条我们没做到，我们修无念门行就不能成就。啊，不能成就呢，就不能往生。那我们希望这一生当中，决定要得生净土，要亲近阿弥陀佛。这三个根，就不能不认真的学习啊！啊，这三样东西都不深。啊，尤其这个。弟子规，蔡黎旭老师用了4个小时详细解释。啊，他讲过很多遍，讲得很熟。啊，我们用他这一套光碟就行。啊，一般人心浮气躁。学习东西都不认真啊，听一遍两遍三遍不够啊，啊，至少要听30遍40个小时，一天听10个小时，4天听一遍
40天听10遍。如果一天只听4遍，听4个小时，一个星期一天听4个小时，10天听1遍，那就要100天的时间，你才能听满40遍。有100天不算很长，3个多月，这个根扎下去了，会扎得很结实，然后再听感应篇，会容易很多了。为什么呢？40遍《弟子规》，你心定下来了，只要心定下来，学东西就快了。你再用3个月时间呢去学感应篇，感应篇学完了之后，再用3个月的时间学十善业道，1年的时间，这3个根根深蒂固敬业三福第一福你就得到了。诸位一定要记住，阿弥陀佛发48愿，修多久才成就？5戒那才成就啊，才能感得西方极乐世界。殊胜庄严的，我们如果用1年的时间，真的其他的都放下，把这3个根扎下去了，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庄严功德了，你就真得了。像盖房子一样，你的地基打得非常好，你的房子盖得没有问题，就会成就了。我们今天学佛最大的困难就是基础没有。你看，1年的时间就把地基打好了。地基打好之后，有2年的时间，我相信往生就有把握了。2年，一门深入，长时熏修，2年的熏修足够了。对自己来讲，真的转恶为善，转迷为悟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转凡成圣了，你的功德就圆满了。为什么不敢？这个世界拉拉杂杂东西统统放下，心里面常常有这些东西，这叫轮回心啊，造的是轮回业。造轮回业，怎么能出得了六道轮回？阿弥陀佛，确确实实是念念希望我们早一天到极乐世界，而我们自己偏偏对于六道轮回这么执着，这样的难放下。这个错了，
希望我们真正从这里觉悟过来，认真努力，依教奉行。接着说妙音甘苦，落实三个根。在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叫妙音呐！甘的苦是往生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这个果报多殊胜。前面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世出世间第一等有福报的人，大福报啊！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你。你比第六天的福报还大，第六天有物质的供养啊，没有精神供养啊。到极乐世界，除物质供养之外，阿弥陀佛天天讲经说法给你听，智慧的供养啊，所以很快。你的智慧，你的福报就达到圆满了。福慧二足尊是什么？成佛了，成佛才叫二足尊呢。成佛的捷径呢？下面是故临命宗师，蒙佛本愿加位，慈悲加佑，令心不乱。就是阿弥陀佛将他本愿无界修行的功德加持给你，你真得到了，为什么呢？这个时候你真正得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在我们这个世界修行得不到，到极乐世界很快就得到，故得不惊不怖，心不颠倒。这个惊不颠倒永远没有了。我们在这个世界如果真的遇到灾难，肯定惊慌失措，不知道怎么办呢？这才叫真正大难。这个大灾难是什么呢？不是灾难害你的，是你自己惊慌失措，你接受了灾难。如果你不惊不怖啊，灾难来的时候跟你没关系。那不惊不怖吗？这种人就是消灾免难了。消灾免难不是说没有灾难，有灾难对他无所谓，他没有感觉到。这就叫消灾免难。消灾免难是定功啊。念佛人的定功是什么？心里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就叫念佛三昧。念佛三昧，佛在大集经里面告诉我们，那就是无上深妙禅。所以你在禅定当中，你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啊。不怖呢？你看，不恐，不畏怖，恐惧。你没有畏，畏不畏不是害怕，你没有害怕，你也没有恐慌，灾难在面前，心是定的，不颠倒者心不错乱。为什么心不错乱呢？你的心里面呢，
在念佛，心里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影响都没有。这意念一佛之正念依然现前，故得往生。啊，很多人都在问2012玛雅灾难的预言怎么办？美国的布莱登说，啊，他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够觉悟。啊，认真的弃恶向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就能够应付这个灾难。他讲的不错啊，这个地方这段经文的时候讲的比他更好啊。啊，我们怎样能够消灾免难？啊，妙音甘苦，临命终时，蒙佛本愿加位，慈悲加佑，令心不乱，不惊不怖，心不颠倒。故得往生，啊，这几句就行了，这灾难没有了。啊，所以这灾难是对念佛人来讲，他就化解了。啊，大灾难现前，你所看到的景观是什么？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接引，不一样啊！这一段经文重要，要牢牢的记住。啊，三个根一定要做好，阿弥陀佛决定不能忘记。啊，我常常跟同学们说，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全都抛开。本品经文未言临终见佛，但既得往生，则佛必然来也。啊，这个一定要记住。经文上虽然没有说，啊，这个临终见佛，啊，那只要往生，往生一定见佛。为什么？这是佛的本愿。佛说话算话。绝对不会食言。啊，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阿弥陀佛都会来接引他。啊，所以怎样证明他真正往生呢？临终的时候，他看到佛来接引，就真正往生。啊，不是别人看见，是他本人看见，啊，决定往生了。我们对于经教要相信，决定不能有丝毫怀疑。啊，这里讲得很好，应佛本愿，临终接引。若无佛引，啊，临终没有佛来接引你，凡夫自力不能往生。啊，决定要求佛接引。啊，你真的往生了，
幕后这一句话，神念老为我们解释，这一段经文里没说，今不言者，以此品专论因行，故不多涉往生果境。往生的果境界，前面讲得很清楚，前面讲三昧往生嘛，这是讲往生正因。所以这个两品要合起来看。可以帮助我们断疑生信。这一段就学到此地，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多事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这一小段端心清净，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要落实下面第二小段呢，不当嗔怒嫉妒，不当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怀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这个几句是教我们要断恶修善。举了几个例子。下面一段，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这几句是身心因果。后面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国土，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知。这是教我们忙中念佛，工作很忙，我们一个月找一天一夜念24小时。如果能有长假，放长假的时候10天10夜念10天佛。通常用7天呢就打个精进夫妻。但是精进夫妻这一段经文必须要做到。受宗戒得往生其苦，你在这一生当中曾经打过一次精进夫妻，或者是曾经10天10天10夜修过这样的功德，临命终时回向都能往生。乃至一生当中只有一次1天1夜念佛。可是前面这些条件统统要去除，要端心精进，断恶修善，身心因果，忙中念佛。妙音呢，后头这一句受宗戒得往生其苦的妙果啊，妙音妙果。这部经确确实实稀有难逢啊，太殊胜了。我们有幸在这一生当中能遇到，要生欢喜心，要生感恩的心。
念老的注解是右面这段经文第三类啊，往生正因的第三类有两句，这个两句是两段，我分的比较细啊，分了五段，分了五段。第一呢，修行事善啊，这个世间善，念老分的呢是到至诚中心，下面忙里偷闲，正念得生。从当信佛经与神到往生极乐啊，它分这两段。此类指事物繁多之人，如果我们平常没有这么多事情，那要把境界提升啊，提升到前面两类，真的工作太繁忙，平素暇时甚少啊，平素就是很少有得闲的时间啊。那么现前的社会，一般人都生活在竞争之中，跟古时候的社会完全不一样。古时候社会人是人心是定，为什么？没有竞争，啊，现在好像不竞争了就活不下去，其实这是错误的啊，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我们自己把自己逼上梁山啊，实际上不竞争呢也能活得下去，也能过得很自在啊，何必去竞争啊。胡小林没学佛的时候天天跟人竞争啊，学佛之后啊，明白了，觉悟了，认真落实弟子规，不跟人竞争了啊。他告诉我，反而业绩年年上升啊，并不说不竞争呢、啊，这个事业就做不下去了，这不竞争比以前做得更好更殊胜啊，这才恍然大悟啊，发财是命中有的，命里面既然有，何必要去争呢啊。那没有觉悟的人，每一天闲暇的时间很少，所以未能大修斋戒啊，跟一般真修行老修行人不能比啊，更难于一心清净。这一心清净太难了，你说他每一天的妄念多少啊，杂事太多。说如是之人当努力行善啊，这一句话劝得好啊，啊，应该努力多做好事啊，多行善多积德，便应啊，并且应该忙里偷闲，一定要找一点闲暇的时间
去念佛。善择时机。你会挑选在一年当中挑选几天的假期。假期不要把这个时间浪费了。到外面去旅游了，那很可惜。应该这几天空闲的时间呢，好好的来念佛，日夜不断。愈缘吉修。能够有几个同参道友在一起。就是这一句佛号念到底。那最好的方法呢，可以依照印光大师所用的方法。他老人家用了一辈子，念佛真成就了。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不时空过，以定得往生。这个地方“定得”两个字是关键。只要你不浪费时间，有空闲的时间就念佛，你也会一定得往生。经中之妙记载，不离佛法了而行是法，不废是法了而证佛法，这个两句宝门论上的话讲得太好了。经中契合世尊末法九千年一切众生的根基。修别的法门未必契机，修经中法门没有一个不契机。我们修行的目标没有别的，修行目标就是成佛。不是用成佛做终极的目标，那我们就错了。尽宗成佛的方便，先求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跟着阿弥陀佛，决定一生成佛。所以这个法门古大德称之为一生成就的佛法。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是一生成就的。到极乐世界去再成佛也是一生成就的，没有到第二生的。这是84000法门里头找不到的。一切诸佛无量无尽的法门，只有阿弥陀佛这个法门是一生成就，稳稳当当。如果你想学其他的法门，可以到极乐世界再学，不要在这个地方耽误时间。在这个地方耽误时间，我们就错了。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把全部的时间精神都投注在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我们要投注在这一点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有的是时间。寿命长了吗？阿弥陀佛无量寿，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无量寿，跟阿弥陀佛一样。
所以你学任何法门都容易，有的是时间，有的是修学的环境。老师是诸佛如来，同学是诸大菩萨。当然成就啊！我们在此地修学，你学其他的宗派、其他的经论，现在没有老师了。过去还有老师，现在找不到了。这些老师都往生了，都不在世。这是客观环境，让我们在今天想学任何大乘法门感到困难。我们把方向转一转，先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无论修什么法门，佛都欢喜，佛都赞叹，佛都帮助你，都成就你，你在所修学的法门肯定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的愿望就圆满了。下面解释这一句有空行识，陈上所言，事务繁多，你的工作很忙啊，未能身暇心静啊，你的身得不到休息，心里面忧虑牵挂的事情太多，你没办法放下，你的心就不清净了。斋戒是什么呢？斋就是心静。戒呢，就是把事物繁多放下。就你这个做不到啊。做不到怎么办？则当善用时机，欲贤即修。这就是你要抓住时机因缘啊！像一般逢年过节、放长假的时候现在放长假不多。能有5天到7天都算是长假，好啊，5天也好啊，这5天不能空过啊，找地方去念佛。如果平常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念佛的这个佛友，就可以约定，我们利用什么假期的时间。找一个清净的环境去念5天5夜的佛，不休息这5天5夜万缘放下，什么都不想，什么事都不要过问了。电话永远关掉，人家找你也找不到了。5天清净的时间。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啊，那平常呢？平常随着机会的时候，都做好事，断恶修善。啊，做这个事情。啊，一定要找时间去念佛，平除世虑。啊，把这个所有的这些杂事统统放下。啊，勇猛专修，这像加上勇猛两个字，好啊，精进呐、啊。此句有空闲时，总观下文，直到一日一夜不绝不断绝者。那这个有空闲时，这就是这一段经文。啊，教我们所做的，都是在有空闲时把这个抓住。啊，一直到我这一年只有一天一夜可以做到也行，你就抓住这一天一夜，有两天两夜更好，有十天十夜那就好极了。啊，不一定是一年，3个月、半年，有这种机会，你就把它抓住，决定不放松。啊，心底常常有这个意念，好啊，这个意念是正念的。这个意念是跟佛相应的，啊，所以有机会有时间你才能抓得住，你才不会轻易放过，这是好的念头。啊，那么下面这些解释都是我们平常必须要知道，必须要随时随地认真去学习。啊，头一个是端正身心，端身正意也。啊，也就是美国科学家布莱登告诉我们避免灾难，他讲了三句话，这是第三句话，他叫端正心念。啊，端正心念跟我们此地端正身心一个意思。这个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修行概念。着实卧苦品第35品，还在后面，我们这是25品。啊，佛在这一品经里头有这么几句开始：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汝等就是你们大家能在现在这个世界，此事是讲今天的现前这个社会，佛知道，
佛在3000年前就晓得今天这个世界怎么样。啊，在这个世间，你还能够端心正念，不为众物。众物是什么？食物。啊，你在这个世间。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啊，你不干这些恶事情。啊，这个里面包括的范围就很大，没有自私自利，啊，不搞名闻利养。不贪五欲六尘的享受，啊，安分守己，这是大德了。啊，一般人做不到啊，你居然能做到。又重重会眠品，这第36品啊，佛说若草作善啊，这个若草是古时候的话，就是也是你们啊，你们大家啊，你们大家做善做好事，云何第一？啊，什么是第一？也就是你们做善，什么善是第一？佛也说了，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啊，这一句话就是前面。端心正意，不为众物。心要端正，什么样的心才是端正？念阿弥陀佛的心就是端正。啊，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如果把阿弥陀佛忘掉了，我们心就邪了，心就不正了。我念别的佛呢，念别的佛心也偏了，不能说邪，你偏了，你方向偏了。我们的目标是走极乐世界，啊，是走这条路子，你偏到另外一条路去。啊，所以只有念阿弥陀佛，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这叫正念。这一点太重要了。一向专念的，只能有一个方向，不能有两个方向。啊，我要到极乐世界去，西方极乐世界，又想到东方琉璃佛，那就错了。啊，琉璃世界药师佛，错了。啊，也许你身体不好，想哎，药师如来保佑我。啊，那阿弥陀佛不能保佑你吗？啊，不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念药师如来可以啊，但是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不要念药师如来了，专念阿弥陀佛啊。药师如来要是看见你，他生欢喜心的，他赞叹你。
啊，你身心有毛病，不用求他，他会帮你治好。为什么？你是弥陀弟子，弥陀弟子太尊贵了，每一尊佛都欢喜，都赞叹。啊，弥陀弟子，这还得了吗？我们自己要懂得。要有这个认知啊！啊，所以端心就是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端身身里面只礼拜阿弥陀佛。看，一切众生，一切万物，通通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就像在极乐世界一样，啊，那我们就时时刻刻都没有离开阿弥陀佛了，啊，无论是顺境，是逆境，善缘恶缘，念头起来是，皆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都是佛来帮助我，来成就我。应作如是观啊，应作如是想啊，啊，这叫端心正意。啊，耳目口鼻皆当自断。耳听的是什么？念佛的声音。啊，眼睛看的是什么呢？是阿弥陀佛的现象。眼睛所看的一切境界，通通是阿弥陀佛所现。啊，口念佛。啊，鼻是呼吸，有人用呼吸摄心，啊，一呼一吸，一句佛号，这叫自断。啊，这就是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度舍六根。净念相继呀！啊，你看，当自端心，当自端身。啊，耳目口鼻，加上前面身是五，再加上心是六，这不就都是六根了吗？啊，这一句教给我们，都是六根怎么个设法，这就明白了。六根全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一样东西都没有。是故，欲空闲时，手印端正身心也。啊，能够有得空闲的时候，真干了，不浪费时间。啊，乃至一天一夜，我都好好把它抓住。啊，那在平常，只要有空闲的时间，就专心念佛。念佛呢，没有任何拘束，站着念可以，坐着念也可以，走着念也可以。啊，没有拘束啊！甚至于躺下来念也可以，啊，睡着念不要出声，
啊，出生是伤气，啊，也是不恭敬，啊，但是睡着默念，好啊，行住坐卧不离这个啊，这个就是念阿弥陀佛了。这叫真念佛人呐！啊，下面是句，这个很重要，烦恼里头最严重的。啊，在此期间，决断男女间的爱。这是什么时候？端正身心念佛的时候，啊，心里面不能有情欲的念头，啊，因为他会把你的功夫破坏。你有这个杂念，念佛的功夫破坏。啊，去忧，放下世间忧虑。只要是，所以这个念佛堂堂主啊，常常提醒大家，放下身心世界。身心是自己啊，世界是我们身外的环境啊，通通不要想。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啊！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了。这个好啊，这才能成就啊！啊，去忧。有没有这个世间值得我们忧虑的事情？没有。真有，你忧虑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忧虑真解能解决问题，可以啊。忧虑只有把问题搞糟了，你不能解决问题啊。那你何必忧虑呢？啊，只有冷静，只有念佛，真能解决问题。啊，为什么念佛能解决问题？念佛得佛力加持，心地清净，能生智慧。自己有智慧，又得到佛力加持，你才有办法解决问题啊！你一慌一乱一忙，问题搞砸了。啊，冷静比什么都重要。越是遇到灾难现前的时候，越冷静，不惊不怖。啊，我们才真正能够解决问题。啊，佛经里面讲的，心不颠倒，啊，问题就能解决。慈心，这在一切时、一切处，对人、对事、对物，都要有慈悲心。啊，与众生乐之心呐！啊，坚持修持，是为饶业有情而修也。你看，菩萨修行。不为自己，为众生。啊，我们也想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先要成就自己。
啊，所以在修学过程当中，欢欢喜喜，没有一点忧虑。被人欺骗了，凡夫苦恼啊！被人骗了，上了当了。菩萨什么？菩萨若无其事啊！为什么？菩萨知道一切法皆不可得。那《般若经》上讲得很清楚吗？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它有什么忧虑的？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得失，怎么没有得失？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你能把这个世间看作一场梦，梦里头得到了，是不是真得到了？没有，醒来之后什么都没有。梦里面失掉了没说，醒来之后什么也没失掉。你能把人生看作是梦境啊，你就没有得失了，你心就平了，心就快乐了。啊，得到没有欢喜，失掉没有忧愁。啊，功夫真的有一点底子是，得到欢喜，失掉也欢喜，没有一样他不欢喜。啊，这就看功夫了。没有功夫的人，天天失掉的时候，哎呀，真可惜了，那我又丢掉了。啊，那什么，那功夫不行，没功夫啊。啊，真有功夫的人不会。啊。得失都欢喜啊！欢喜什么？欢喜他已经如如不动了，心里头只有佛，没有别的东西了，心清净了，心端正了，这个端正就是有佛了。那世间人为什么有忧虑呢？他心里头没有佛啊！钱财丢了，他心里头只有钱财。啊，亲情遇到灾难，他心里只有亲情。啊，他心里头五欲六尘呢，他有这个东西啊。啊，所以他有得失。啊，如果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就没有得失了。啊，没有得失，多快乐，多自在。啊，所以利益众生的心要常有。啊，我们修行这么认真修行，想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成就圆满的佛慧，就这么回事情。啊，我们在做三皈依的时候，皈依佛二祖尊。这二足什么意思？二是两种，足就是满足，就是圆满的意思。啊，这个二就是智慧跟福报。啊，智慧福报两样都圆满了。圆满当中第一圆满，称之为尊啊。究竟圆满，这叫尊。啊，没有比这个更超过的了，这才叫尊。啊，我们到极乐世界是干这个，不是干别的。
啊，所以要常常想到，要把机会抓住。啊，有这么一个环境，大家好好在一起念佛。啊，认真的学习无量寿经。今天学经教了，我不学别的了，我就学这一样。我早年，那算是年轻时代，讲华严经，我记得前后一共讲了17年。没讲完，讲了一半，啊，80讲了一半，40也讲了一半，啊，李老师把这个《大乘无量寿经》这个本子给我了，啊，给我的这个本子。是他老人家自己讲经的用的本子，啊，他用毛笔，小楷字写得很好，没注啊，我看到非常欢喜啊，尤其读了梅光系老居士的序文，啊，序文介绍得非常好。很长的一篇序文，读了之后，我就发了心，讲无量寿经。啊，老居士在序文里讲得很好，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大本华严分量那么大，讲到哪一年才讲完呢？那我就讲中文好了嘛，啊，所以我就真的发心讲无量寿经，前后讲了10遍了，这是第11遍。啊，本来不想讲其他的，专讲无量寿经。啊，这一次又再讲华严经，是韩馆长往生。往生前两天，他很清楚，很明白，要求我讲华严经。嗯，他想法不错。啊，他说我要不讲呢，恐怕以后没有人讲。希望留一套录像给后人做参考，我答应他了。啊，希望他能病好，没有想到2天之后他走了。啊，请我讲华严的有3个人。第一个是台湾台南的开心法师。第二位是黄念祖老居士，啊，第三位是韩馆长，他们都是同一个看法，同一个想法，我能理解，啊，所以住在新加坡的时候，偶尔谈到这个问题。李牧云听到了，啊，他代表这3位大德，啊，认真的来理解我们《华严经》第二次开讲，啊，对这一次讲的，也讲了不少年了，从新加坡到现在有10几年了。啊，这一次讲的详细，
比上一思想详细多了，很得受用啊，讲了4000多个小时去年清明看到灾难越来越多，华严经来不及了所以我决心讲无量寿经，救急呀！至少要把这一个演义讲完那么这一套无量寿经就完整了，有汇集本，有注解，有演义我为全经还做了一个详细的刻板，便利后人学习。对，这个经讲完之后，我再考虑是继续讲华严，还是继续讲无量寿经。救急要顾到华严经确实是续佛慧命的大经啊，也非常重要不过我们现在外缘放下了，佛门内外国内海外所有活动我都不参加了明天到日本去是讲无量寿经，接着讲这个我去不是接着讲这个经我决定不干了明天我去1号，后天就接着讲这个不中断的，这个可以1天4个小时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一切苦难众生祈求诸佛菩萨慈悲化解灾难我们以什么功德呢？我们是以念佛求生净土的功德。如果我们不是真念佛，真求生净土，想亲近阿弥陀佛，就没有功德了。那什么功德了？我们是真正一心的在求往生净土身心清净，就像此地端正身心这个勇猛与修善断惑讲经就是修善断惑。你看一天到晚想的是经文，想的是极乐世界，想的是阿弥陀佛，世间事情全放下不就断了吗一心专念呢，这就是修善我们用什么功德回向？用这个功德回向，与法无染越近，念念去求越近，这精进两个字的解释法是处世间一切法不染着，
与世间法没有贪嗔痴慢疑，与出世间法啊，与华严、与无量寿也没有贪嗔痴慢疑，这叫精啊！啊，没有染著啊。啊，念念，我们只有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只有一个目的，清净阿弥陀佛，这叫净啊！啊，清净两个意思，两个字的意思，对于修净土的人来讲，一定要讲清楚、讲明白。啊，我们真精进，这个功德回向就真有效果。啊，《华严大疏》第八卷有这么几句话：练心于法，明知未尽。精心悟达，莫之为尽，这两句话说得好啊。啊，下面注解说，改为精者，乃精益其心于佛法者。在我们净土中，要以精益其心于性运行，啊，以此精心的为以大本为物，我们的大本就是往生净土。见阿弥陀佛为物啊，那这叫见呐！啊，《华严经》是大经，它是就通途来说的。我们修净土的是有局限，我们先到极乐世界。先见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跟华严会合了，入华严境界了。啊，华严境界是什么呢？这底下说得很好，本者本源也。啊，是心大本嘛。明自本心，见自本性，是为大本。啊，大疏之意。叫深啊，华严经讲得好啊，讲得殊深啊，啊，我们要达到华严的境界，先取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华严境界我们就真的了。我们要不从这个地方拐个弯到极乐世界去证华严，我们没有办法证。啊，这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清楚要明白。啊，我们哪有能力入华严境界？不可能的事情啊。要入华严境界一定要有方法，这个方法是最可靠的，最简单，最容易，最稳当。啊，所以我们终极目标是入华严境界。啊，我们到极乐世界了，那是第一方便。啊，在这个地方，断烦恼、证菩提难啊。
在这个地方，我们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容易呀、啊，这个难易要分清楚啊！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在证华严的大法就容易了。啊，谁来给我们讲华严呢？毗卢遮那如来的报身，诸位知道吗？毗卢遮那的报身就是阿弥陀佛。啊，毗卢遮那如来的应身就是释迦牟尼佛。我们到极乐世界是见报身如来，我们在此地的学习是跟释迦牟尼佛学习，跟应身如来。法报应是一体，这是法门当中第一方便法门，不可思议啊！我们修净土没有违背华严，修净土实际上就是修华严，所以古人才说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这个意思讲得多好，从不当盛怒啊，沉怒不当沉怒，到至诚忠信，这一段我们在课判里面标的课题断无修善。乃第一句为人臣之事善，这一段讲的是人间的善法，学佛求生净土先要把人做好啊，人都没有学好，给诸位说不能往生啊！为什么？如果你还带着人间烦恼习气到极乐世界去，你会把极乐世界的气氛破坏了。阿弥陀佛很慈悲，即使他老人家接你去极乐世界的大众不同意啊，他们不希望有人破坏他们的环境。阿弥陀佛也要顾虑到大众啊。啊，大众不愿意做的事情，佛不会做。啊，所以佛来不来接引你，关系在你自己，你的条件具不具足。啊，信愿行通通具足了，你的烦恼习气没断，佛还是不来。
啊，换一句话说，一念佛的功夫，至少要能把烦恼习气控制住。啊，这叫待业往生。啊，控制什么？不发作。不是没有，贪嗔痴慢都有，但是这一句佛号压得住。这是我们平常用功。在什么时候用功呢？这种烦恼一起来的时候，立刻就把它控制住。啊，古大德教导我们，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贪心起来了，这个念头起来了，阿弥陀佛。第二个念头就是阿弥陀佛，把它压下去了。嗔恚心起来了，阿弥陀佛。啊，所有一切善不善的念头起来，通通一句阿弥陀佛压下去，这叫什么？叫功夫得力。啊，还会现行，说明说你功夫不得力了，你是念佛了，念佛不管用啊。啊，你的念佛扶不住烦恼啊！啊，换一句话说，你还是那么多妄念呢，你没减少啊！你心不清净呢？念佛功夫端在身心清净。啊，心地越清净。今年比去年精进，啊，去年比前年精这个精进，一年比一年精进好精进。从哪里看呢？一年比一年烦恼少，比烦恼轻了，啊，一年比一年轻，啊，真正能提升到一个月比一个月轻。你决定得胜啊，你就没有问题了。如果境界现前还发作啊，顺境里有贪心，逆境里的有嗔恚心，还会这个念头起来，念佛功夫不得了。日常在生活当中，工作、处事、待人接物，时时刻刻都在考验我们功夫。啊，所以能不能往生，有没有把握往生，不要问人，你问你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能不能生净土？我应不应该生净土？啊，自己比什么都清楚啊！啊，对这个世间确确实实没有贪念了。所以这是叫人称是善啊，这里也举了几个例子：嫉妒、妒忌他人之生死，生死是好事啊，看到别人比自己好，心里面受不了。啊，要想方法呢破坏，有害险越级，
那好人呢，做的好事啊，他偏偏障碍。啊，让他这个好事做不成功。这一桩事，古今中外呀，常常看到。啊，这是烦恼当中造作罪业极重的。一想，他摆在第一了。那么嫉妒，以障碍别人，要看这个障碍的影响多大，范围多大，影响时间多久，从这里结罪业。如果这个事情，啊，好事是他个人的利益，啊，与别人不相干。你障碍他，你破坏他，那个戒罪也很小。为什么对一个人？啊，冤家对头就一个，这冤冤相报嘛，没完没了，也就这么一回事情。如果他这个事情啊，对社会、对众生有大好处，有大利益，你把它破坏了，这个事可麻烦了。戒罪呀，不是跟他戒罪了，跟所有得利益的人戒罪，这个范围就太大了。如果影响深远，啊，不但现在人，这个好处你得到了，他这个好处会延到将来呀、啊！啊，那也能延到将来的时候，连是将来的人也得不到好处，这罪可重了，这个罪就变成无间地狱的罪了。啊，事法里面，一个好的政策啊，像国家的好的政策啊，利益众生的大事业，你把它障碍了，这个戒罪可不得了啊，好事也不行。啊，要知道，因果这桩事情，善恶没有抵消的。没有说我做了很多坏事，我多做一点好事可以，哎，这个弥补，啊，可以把那个恶的抵消，没有，因果里都没有抵消的。啊，善就有善报，恶就有恶报。啊，种瓜就得瓜，种豆就得豆。不能说我种的这个瓜，我不想瓜了，希望这个瓜能长出豆来，这是做不出，不可能的事情。啊，因果确实就是如此。啊，你一个恶念，一个恶行，就有恶报；一个善念、善行，它就有善报。啊，不能说用善来抵恶，抵不，不可能。这是一定要知道的。你真明白之后啊，你就晓得人不能有恶念，不能有恶言，不能有恶行，肯定有恶报。啊，善做的再多，那是善报，各有各的报。啊，什么在什么时候先报，什么时候后报，那是语言不一样。啊，所以佛法讲缘生，它不讲因。啊，缘决定你果报的先后。啊，因是决定你有果报，你有报应，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决定有。啊，什么时候报？什么在先？什么在后？缘，缘非常重要啊！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啊，佛家讲缘生啊，讲得很深。啊，这个嫉贤越嫉，这个嫉妒贤人，罪恶非常重。为什么？贤人他能替为社会、为国家、为大众做许许多多的好事。你要是嫉妒他，啊，障碍他，他无所谓，啊，他可能还很欢喜。为什么我不需要做了？那你不障碍他，事情很多，他天天要忙碌去做事情，你障碍他，他就不要做了，他好好去念佛去了。啊，可是那个罪可不得了，啊，如果这个贤人你不障碍，他能够利益千万人，他能够利益时间来讲，能利益几百年、几千年，这个功德多大！啊，你障碍他，让他不能成就，这个罪多重、多深，你自己能想得到。啊，所以佛家了，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有随喜功德了。这个好人，嗯，他做好事不嫉妒，随喜，随喜是欢喜赞叹，尽心尽力帮助他。他有多大的功德，帮助他的人也是一样大的功德。这有智慧呀，他才会干这个事情。没有智慧的人他就嫉妒，有智慧的人随喜，随喜把他的功德变成自己的功德。啊，嫉妒呢，障碍他，他没有事。他那些不善的一些影响，啊，他的善行的影响啊，你障碍他不能成就。许许多多人不能得到他的利益，这个账全算在你身上，那个罪就太重太重了。啊，在中国古代国家法律里头就有这一条。尽贤受上赏，就是国家最高的赏赐是给谁呀？替国家推荐好人、贤人啊，国家给你的赏赐是最高的啊，如果要是嫉妒贤人、障碍贤人呢，那你受的这个刑罚杀头啊。啊，这个事情是真的，在历史上我们看到有记载。夜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啊，所以看到别人好事，欢喜赞叹，有力量的尽心尽力帮助他，成就他。啊，这不是成就他个人，成就他的好事，就是成就利益社会众生。
啊，这是第一个例子，啊，也是最容易犯的，犯了之后，这个罪过非常非常之重，摆在第一了。啊，第二个贪贴，啊，贴是什么？贪吃，这个也严重，在现前社会我们能看见的。啊，一个宴会，听说一桌酒席的菜几十万呢，我听到这个话都吓到了。你想想看，今天世界上有多少穷苦的人，三餐不继，啊，怎么能忍心这样浪费？啊，一桌酒席十几万，一般人说一家四口，一年的生活费用。你一餐饭就把就吃掉了，你知道这个罪多重？啊，那我们想想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一生的生活，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佛了，不是别人啊！佛是智慧圆满，福报圆满。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这个做法叫代众生苦。做出样子来给大家看。佛是一点点都不浪费。懂得惜福啊！啊，今天世间大福报的人很多啊，如果是这样浪费的话，他的福报能享几年呢？啊，他有100年的福报，大概不到10年就享完了。想完之后，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路尽人亡。”你虽然还有寿命，你福报没有啊，你也活不了了。死了以后到哪里去？三途地狱，都到哪里去了？啊，那么现在人不相信有三途地狱，不相信有六道轮回。他说这是迷信啊！等到他见到了，后悔莫及啊！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戒除。啊，学佛的同学能够把肉食断掉，啊，荤腥断掉，这是好事情。啊，可是素菜里面，如果也贪图，啊，也在这上面多做讲究，也错了，还是在享福。啊，所以古时候寺院庵堂，啊，现在变了。啊，古时候寺院庵堂就一个菜，大锅菜。啊，神寺。啊，寺院庵堂。过堂吃饭，
这有规矩，一个菜一个汤，啊，古人修福不享福，把享福呢都回向到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享福。没到极乐世界之前，决定不享福。现在的人现前讲究享福，能不能到极乐世界，就成了问题了。啊，所以这个事一定要知道。啊，把贪念呢放下，啊，贪痴也放下。啊，下面惊喜啊，见是什么？惊喜大乘一章里，令喜财法越见。见是我们讲舍不得啊，自己有财富，不能帮助别人。自己懂得这些法，不愿意传给别人。啊，教别人呢，总得留一手。为什么呢？怕别人超过自己。啊，别人超过自己就嫉妒。啊，自己教别人总留一手，这个心不好。这个心完全是轮回心啊，他所造作的是轮回业，叫但着财与法，不能施舍利人之心啊，不愿意帮助别人啊，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佛心，这不是菩萨心。诸佛菩萨大慈大悲，你看学佛四弘誓愿第一句，众生无边誓愿度，用什么去度？就是用财用法啊，有财没有法不能度众生，有法没有财不能普度。啊，所以佛能够普度一切众生，靠什么？财法通通都具足。法是智慧，财是财富。啊，有财有法了，才能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啊，终悔，信仰不坚，先信后疑，故曰终悔。啊，终悔我们通常讲上后悔。啊，为什么会后悔呢？还是有见他。贪心没放下了，嫉妒没放下，啊，所以先听了。一时冲动啊，做了好事，
做完之后啊，后悔了，我今天被骗了。啊，无缘无故，你看丢了这么多财物。啊，好处在哪里呢？发财是好处啊。那无缘无故把财捐献送给别人了，这与我有什么好处？啊，得的是有荣誉，假的。给你一张奖状，一张纸，自己真的损失了很多钱财啊。这全是轮回性。造轮回业，啊，对于诸法实相，当然不了解，啊，不但不了解，对于诸佛菩萨不认识。把诸佛菩萨当作神明看待，这种人太多太多了。啊，这些人信佛叫迷信。啊，所以冲动常常有。怀疑也常常有，后悔也常常有。啊，他是不是真的信佛？不是。是不是真的佛门弟子？不是，假的。啊，跟对佛教一无所知。啊，他是迷信，他不是真心。啊，他学佛，以为佛是神仙，可以帮助他升官发财。啊，拿一些供养，像行贿赂一样。啊，跟佛谈条件，你保佑我发财，发100万，我供养10万给你。以为佛菩萨也是贪官，啊，也是会接受贿赂的。造罪业啊！不学佛还好啊，学佛就学到地狱去了。啊，念佛人要不明白这些道理，果报也在地狱。啊，前清乾隆时代。慈云灌顶法师有一本书《大势至菩萨圆通章疏钞》啊，我早年讲圆通章就采取他老人家的疏钞啊，疏钞后面啊，最后总结念佛100种果报。都是念佛人呢，果报不一样啊，100种果报。我相信100不是数目字，举出100个例子，果报太多了，不一样啊。第一个果报就是对阿鼻地狱。我当时那些年轻啊，看到这个很惊讶，念佛是好事情，怎么会堕无间地狱？啊，我拿到这个书去问老师，啊，李炳南老居士。哦，他一看到这个问题，这是大问题，这不是小问题，我不跟你一个人说，啊，我要在讲经时候给大家说。像这些心态去念佛，都是阿鼻地狱。啊，要问为什么？你给社会大众产生了严重的误会啊，
认为学佛人是这个样，让人家毁谤佛法，怀疑佛法，不再相信佛法，断了人的法身慧命，那这个罪要不要多少倍的？要啊，一点没错。好，我们今天时间到这，学习到此地，在底下这一段就到日本继续再讲。